现在我们中国的信保已经为110,000家企业提供了帮助。万宝企业呢，原来都说啊，它是担当一出口的，啊，现在出口受阻之后呢，政府帮助他们啊，出口转内销，这项工作呢，现在啊，还是见到了成效的。我们4月份，啊，这个出口转内销，啊，这个增长17%，这就说明啊，优质的外贸产品，啊，也同样受到国内消费者的欢迎的。